小猪啊，可爱呀、啊！我要来给你我要来给你啊！哎，你们阿飞阿飞干阿飞呢？哎呀，这个糖分太足了。今天感觉拍出来它好白呀、啊，嗯，而且整个脸也圆圆的。今天应该是没打修容，我有一天看他两腮那个，就觉得默默一下变瘦了。那个是月，那个是狗。哦，我这样的熊猫就是狗。哎呀，那树叶落的呀！哎，这把总算能拍到了，落叶。拍到了呀。嗯。当然，如果玻璃没有倒影的人就更好了。真香，拿手的，肯定是那个是跟手一样的那种，对。新有的快，新的别的，这个是其实他这样做的还是看着小小的。嗯。哈哈哈！这比，还应该薅这个了吧？这个不薅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，老婆。可爱呀！还是能听到声音的。嗯，哗啦哗啦的。但是你看他怎么干嘛？好了吧？怎么样？那个地方就是他家里面那个油的，那个地方他要哎呀，可爱呀！对，他要他可爱了，对吧？你看上面这个地方，那个春天的炒蛋怎么样？看来这样竖着还是对他们有功能作用。好好好好，放下来，努力，加油加油。哦，雪，把这个给折断了，有意思吧？